玉禾啊，嘿，你有去过山区吗？当然没啊。你们两个都没有去过万一在山里头迷路了怎么办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山区我去过一次，那里的山路我还有一点点印象，我去画个地图啊。你们明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地图哦。知道了。记得穿平底鞋。知道了。这个很重要。知道了。 到需要做干呢？你个是都是安尼啦。你啥物物件落来啊？啊？无代志啦，我无小心吼，将物件用落去，我随捡起来。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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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啦，这山区呢，车袂这么准时啦。 哎，等一下，让我车来啊，咱就学会电影的女主角，安尼咋车？安尼咋车？他们不会进来。有车来！你看，我的公交牌哦，我车来了。来这里了，要不要来我家坐坐？我家很多的山猪人的小米酒哎。不用客气啦，我吃素。也是有缘才会碰到啊，而且。 我今天还没有娶老婆，你们还没有嫁人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有酒吃饭也可以啊，我这样做的很好吃嘞。不用了，谢谢谢谢。这些平地人哦，怪怪的。观众，哎呦，我那边安尼啦。哎，唔对，啊你感染一同款，我安喏。 没动啦，单单啊，我给你说到这就好啊啦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们刚刚留下来帮阿妈打扫房间，所以耽误了一下下。哦，我忘了提醒你了，以后去山区访评啊，最晚3-4点之前一定要下山，万一错过最后一班公车，那就不活了。这种事以后要早点讲，我肚子快饿死。我刚刚是不是说错什么了？